不知不觉，我已经是拥有6间房的大别墅主人了。每一间小屋都是由我亲手打造，6间房摆在一起，真是太壮观了。灯亮起的一刹那，氛围感直接拉满，真是满满的成就感。今天我们来拼的是若来超级世界的新品小酌时光酒吧，拼装并不难，1个小时就能拼好，全程不用涂色，不用胶水，一插一扣一贴就搞定了。拼装小白也很容易上手，每一件家具做的都非常精致，柜门都可以打开，各种酒杯、酒水、调酒器、冰块桶等一应俱全。小屋里所有物件你都可以随意摆放，可玩性很高，喜欢微缩模型的宝子们一定会爱不释手。这不马上就圣诞节、元旦节了，送给自己或者送给喜欢做手工、喜欢微缩模型的女友、闺蜜，相信我，她一定会特别喜欢。话不多说，大家赶快跟我沉浸式拼装这间有情调的酒吧吧。如果你有多个小屋，就可以上下组合在一起，把吊灯安装在上层小屋的底部，线可以隐藏在背景纸后面，连接上控制吊灯的开关，多个小屋可以通过配套的线串联在一起，这样共用一个电源就可以控制整栋别墅的开关灯啦。因为是触摸开关，所以你还可以单独控制一间小屋的开关灯，这个细节真是太赞了。你最喜欢哪个超级世界的小屋呢？